现在我们出来走走吃东西，现在来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哪里了，就是比较市中心的比较多旅游景点的地方啊，这个什么火光什么我也不知道哪里了，这个反正是我老婆带我来了。孩子走了，我们去看看怎么看，带着小娃出来就这样了，背着他脚摇摇，你看脚摇摇。这个是一个咸的咖啡啊，是吗？嗯。在哪里的店呢？里面呢？哦，好店，哦，他的店在里面呢，我去看看。但是是在这边的吧？买了一杯咸的咖啡，50,000好像是，是吗？50,000越南币啊。M 多少钱？50,000啊？没有，我收五。收50,000啊？一杯咖啡收50,000，大概3块钱啊，那么便宜吗？这边也是很多卖咖啡的店啊。本来我们是主要来这个圆圈这边，他们有卖那种好像小档口啊，很多卖吃，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来得太早啊，来得太早可能没有开还是什么，所以现在只好到处这边逛逛看了。哎，买到了，很快很快，喝下看。嗯，甜啊，哇，甜啊，很甜啊，但是它的咖啡味是很香啊，但是太甜了，哇，甜到不能喝啊。啊，给你了，肥了，这个瘦的人喝多一点，肥的人不可以喝。哇，真的很甜，这个卖什么？我们来的太早了啊，不然哈很多这种小档口。我们转一个圆圈看啊。哦，这个卖鱿鱼啊。这也是卖小吃。哎，这个吃什么不知道？不想。不要了。我们看看啊，它很多开好吗？走下走下，发现有两只狗在打架。我看到，看狗在打架。再过，越南是过马路要快。要过，一起过。哎，这边有面包车。我看到啊。我们这边随便买一个面包车吃，现在。哦，发现这边有个越南面包，来到越南都还没有吃过面包啊。哦，哎，那边买一个，但是没有地方坐。哦。哎，你那边坐呢？也是可以的。你要吃哪个？这边。我要烧肉了，有，因为它有碎肉的。啊，分明要喂我哦。木，一个是你。一个。你要吗？要。多少钱一个？30,000啊。30。随便吃个面包都30,000。30是多少？6块啊，差不多6块马币。你要肮脏吗？哎，等。我们去买一个面包，然后在后面附近吃先。然后等下我们晚上还要吃晚餐。我拿够钱，刚才忘记拿多一点了。再交钱。跟妈咪拿。看唔到啊。好啦。
面包。香草味。哎，等我，等我。哦，我那面包拿到了，烧肉鸡蛋面包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位置吃。走，我们去对面那边坐着吃。现在又要过马路了。刚才买了。有烧肉，有鸡蛋。好，我现在吃一口。它有放辣椒吗？有。啊。好看。也是有辣椒。做我面包先。这个小圆圈很多这种小档口哦，它几乎整个圆圈都是小档口，看到吗？不懂你们看到不看到那种小档口？小档口，因为这边它靠近一个学校啊，这个不懂是中学还是大学，所以它外面这边都有卖这种小吃，很多小吃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咖啡公寓的附近啊，晚上啊，现在差不多晚上时间了，这边现在是6:30越南时间，天都开始暗完了。哦，这边蛮美一下了。我们来到这个 cafe apartment 咖啡公寓啊，但是这边上去好像是要给入门费的。你要上去看吗？啊，走啊，走，看哪里路口。啊，要抱他了，一人抱一下呗。没有你妈咪厉害呀、啊。喂、嗯，不懂怎样进去啊 ？M， 我们看那个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看那个咖啡公寓的路口在哪里。哪里？哦，哪里进啊？好像是这边。幸福堂哦，有幸福堂哎。对，普通罢了。应该这边进。哪里进？哦，哪里进？好像是这边的。这边进是吧？这边是路口啊，那个公寓的cafe apartment 的路口，我们进去看。我记得是要给钱的啊，进去。对呀、啊。要给钱吗？要。哎，哪那个人在站着？这边要爬楼梯啊。刚从咖啡公寓走下来了，说实话咖啡公寓是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们东西在那边吃了。我们现在往走下来下面这边还要吃吃还要吃，这边下面有很多那种小吃，你要吃啊？啊？糯米啊，我不要，你要啊，你买啊。我们还在找这看有什么东西吃这边。哦，晚上很热闹。这边星期六什么活动啊？走着走着发现路边有卖这个类似薄饼的东西，我们就坐在这边吃。
吃完我们就回家冲个凉休息一下。这个薄饼蛮脆，它里面有很多菜啊，很香啊，有点葱啊、鸡蛋啊、玉米啊。好吃啊，这个那个25天越南街头小吃，这边晚上还有表演啊，不如有什么表演啊？现在我还是在这个咖啡公寓的这一边，这边有一个表演，不如什么表演？下面都好热闹，好多人啊。OK。天都好好吃哦，这个好吃的看来就是买这个吃。好了，现在我要踏车回去休息了，宝宝也睡觉了，你看可怜了他，他睡到。好了，我们等下再见了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范武老街这边啊 ，Walking Street， 越南的范武老街。哦，灯光四射，这边夜生活的地方。下面。我们来看看，看有什么也是来找东西吃。我们来到范武老街的路口了，这个北平 Walking Street。去看看里面。在这边坐着吃我们的晚餐盒，看着大陆，又是另一个味道啊！来越南就要吃这种小档口，那种店的一般都没有好吃的，这个是实话实说了。那我们的面到了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现在我们要回吉隆坡了，马来西亚。现在我们要去飞机场了。今天最后一天在胡志明啊。啊，我们等下到先去飞机场，等下再看有什么情况。飞机场也是好多人啊，今天。应该假期结束了，全部都要回自己的国家了。Hello， 嗨，好了，我们先进去 check in 啊。现在我们人在越南的飞机场啊，今天要回马来西亚了。刚到飞机场这边，现在要看哪一个登机处 check in 呢？我们先找找看。我们的飞机是3点多，现在先看看。好了，我们先去看 check in 先。我们来到这个飞机场有点早啊，飞机是3点半了，现在是时间是越南时间是1点，现在还不可以 check in 呢，我们只好在这边走走看看。但是越南的飞机场也不大，所以没有什么。
就走走看看看有什么买吃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哎，嗨，讲 hello， 要回家了耶，要回家了 ，hello， 喂，大奶，大奶，海子。刚刚 check in 完了，现在在飞机场这边。进来过后有一间餐馆，在这边吃个东西，吃个东西，然后继续等我们的飞机。这边的东西好贵啊，这样子一摊还有一个面，差不多100多块马币啊，全部。差不多30块美金啊，100多块啊！这边吃一杯咖啡，喝杯咖啡看，还是可以吃的。哎，小拜拜。好了，我们先吃我们的午餐先。